在對面呢有一座橙色的那棟底樓啦，其實呢就是前身呢是西貢戲院來的。梅艷芳呢大概在70年代初期呢在那裡呢表演過。以前她的藝名呢叫做依依。我記得呢她最出名的就是唱那隻蟬丸鐘聲最受必愛好舊歌人士呢歡迎的。咁亦都喺我哋嘅市場街嗰度咧，嗰茶嗰檔對出有一個地方咧，梅艷芳亦都喺嗰度咧表演過一次。嗰陣時因為附近咧有個麵包店開張啦，咁咧就請咗梅艷芳佢哋嗰個團體咧嚟呢度咧喺地攤個搭個台咧嗰度咧就表演。入邊嗰市場街咧即係茶嗰檔裏邊咧，亦都咧拍過兩次荷里活電影嘅，一次咧就係、是、麥當。咁另外一次咧就係、是、湯蘭花同一班嘅外國嘅演員啦，係拍荷里活電影嘅。湯蘭花嚟過我哋西貢嘅，好開心啊！見到佢真係好靚啊，湯蘭花小姐。就咁樣啦。全哥，點解你咁清楚嘅？我喺呢度打工啦，我爸爸又帶我哋去聽歌啊，咁樣阿胡峰啊都喺入邊唱歌。心心啊，斑斑啊，喺嗰間戲院嗰度唱過、表演過㗎。因為佢有時候又放電影，耐唔中咧就會有啲歌舞團咧嚟呢度咧做表演。